这个时阵，民族感觉咧无用，你去看卖我。应该，你敢有回来过呢？你这么人在那里，我就想你了。明珠，我在这里，你过得好吗？我就想你了。性地较急啦，我要出来食好料啊，甲你同款。轻松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太真了，天啊！我错啦，我袂喘气啦。啊，叫遐大声，咪也袂有代志吼。金龙先生，今日麻烦你去边啊坐啦。明珠，你莫讲耍笑啦。我抱你讲耍笑，你先去边啊坐啦。啊，你伫遮一直弄门，顶多害我真紧张嘞。我哎，你阿仔啦，无代志哦。哦，你个女儿。无代志，娘娘。你阿仔你干嘛这么大声？你是不是给金龙惊死哦？妈，金龙。你阿仔，啊，较早哦，你三五日生的时阵，你不是拢偷偷甲我讲，讲我这么疼。啊，今麦话这是你这声音哦，袂舒服，我起来三五呢。林叔，我才开始爱袂叫母娘，但是哦，我若是夹不死话，你莫插我啊！林叔，吓到啊！林叔，来啊！是要啥？阿妹啦，这块袂破，卡等一下啦。不是啦，听这么久，你也敢挡袂牢啦？囡仔有喘气无啦？伊有生了吼，受不了大苦啦，安尼会较歹死。你敢想大苦啊？你走嘛，死哦！你管我？有听到无？啊！你本来就有变到大苦啊！你莫一直讲安尼，影响到伊的情绪啊，较认真啊！啊，生囡仔是查某人的代志，啊，你查甫人，你才话甲大细声，这么紧张，等到吼愈会压力。起来坐啦！是啊是啊，你起来坐啦！你妈给你压力好歹。好啦，你去里面啦。你敢袂忝？我来啦。不要紧啦，啊，我甲米夏子就好，我要替伊食先啦。放好轻松哦。林主任。
你的馒头这么大，敢会洗不出来啊？你放心啦，咱两个邻居哦，要看到囡仔洗不出来，没问题。才开始存钱尔，你都这么吃，到底是要安怎啦？欧巴。